被传的那个什么密友啊、信箱的，那就朋友啊，就好朋友啊。你看他也没拍到我们怎么样，或者是手牵手啊，或者没有这样的一个传闻都六年了，六年了七年，对，就是那一个时期的，对，就是一直这样一直传到现在。所以你现在应该是豁达。没有拍到密友牵手画面，谢家健倒是先拍了第二本个人写真集。他拍到写真集，因为尺度就是露还好啦，没有很多吧？很少哎、欸，有前面呐、啊，有前面，哦、前面这个啦，哦这个，哎、欸、那个下面是不是快要走光了？他拍的时候就说，这为什么那边中间黑黑的、啊？哦，所以就露毛。之类的吗？没有，就是个我不知道是露什么，但我看不出有毛了，就黑黑的啊，就是阴暗，没有黑黑，我是粉的，没有黑黑的。你这次书写的，就是的原因是什么？那这本书也是因为我学了人类图之后，自己的心境上已经是把很多，比如说以前的阴影啊什么啊，已经释怀了。都说谢家健心境已经全面升级了，过去那些负面传闻他今天一次 KO。 那大头症在哪里？就都是你们讲的、啊、然后又不是那种 我不想拍，那我不拍了，那我今天就迟到一两个小时那种，都不是嘛。 我是有要求啊、哦、所以这种要求就是会被人家拿来做把柄、啊哦、人家如果有怀有什么不好事、哦、就会觉得真难搞。像如果说你整形、啊，整形我没关系啊，你没关系，我没关系啊。那整到整在哪里嘛？哦，对啊，那要你要让我知道整在哪里。哦、我以前就是有点比较一半的那个双眼皮这样。哦，但因为年纪大，双眼皮就开始越厚松。我拍这本写真集就松到已经变单眼皮这样，哦、就是提不起来。我说这就是。时间过程就是你的样子，你的皮肤会垂嘛，就是越来越深邃。但我也不想要去打针啊什么的，因为会残留在里面什么，我觉得这也是不是太好。我好像也有看过有人说你植发，植发？对，为什么植发？之前不知道看哪里写的。我戴发片。哦，戴发片。对，我以前拍戏是戴发片的。哦，这个其实也没有什么好讲。但如果真的是戴发片，也不要去刻意讲，因为这没有人愿意想当和尚这样子，对吧？如果你可以有很茂盛的头发，那非常好啊，没有人想这样啊，对啊。但我现在没有啊，我现在没有啊，我现在没有。那长发是为什么会有那个想法？长发，我小时候真的有那种想，就是有那种感受，就很多魔鬼声音想要从我身上跑出来这样。就是，有男生有女生这样子，所以这个的意境是想说，其实我们身上都有男生有女生，就是一直在挣扎。但我这本书其实主要就是要把自己小时候的心情故事，然后一直转变到现在为止。因为我爸妈离异了嘛，然后爷爷跟奶爷爷奶奶住了，他们说你是谁？你没爸妈的孩子，就是一些很。觉得自己会受伤的一些问号，这样子，就是会在我身上出现。就比如说，我很怕住别人家，因为我很怕被人家赶出门。以前的那个经历会影响你以后，就是长大感情观什么的。会啊，会啊，会啊，就会没那么的想要依赖一个人，或谁这样子。那多久没有对象？多久没对象？很久了。我现在就是以朋友都是朋友为主。哦，对，我觉得大家能够在一起，聊天，然后一起进步，一起成长，那是最最重要的。可是也是要有爱情啊，就是你的爱情指什么？性关系吗？也是要有啦。不会啊，我不觉得这件事。现在我自己心态是不觉得这件事一件很必须要有的事情。执着。所以你还是有那个北极杯啊。
还是有别的朋友之类的？没有，类似不是？没有，现在没有。哦，现在没有。不需要。哦，没有，只为了性关系的朋友。没有，不行，没有那种朋友的。对，不行。没有。对。哦，所以只靠自己。对，靠自己。